梁國雄議員，即係呢個曾俊華除咗即係我講就係話，梁議員呢次咧已經係你27次嘅發言喺呢一項辯論，唔係，但係你就阿曾俊華司長嘅工作表現嘅發言，亦都已經多次啦，所以請你盡量唔好再重複你已經發言。我唔好重複㗎，次次新嘢嚟㗎。係咯，佢一個人做咗七年嘅司長，嗱，佢即係曾俊華。佢有幾個問題呢，就係即係佢嘅個人唔得啦，唔得人道啦，我講咗，其實佢智力都有問題嘅。嗱，個智力嘅問題就係咩呢，就係佢點解會估錯數呢，佢就係唔明白香港自從2003年呢個2004年 CEPA 之後呢，到2008年出現咗呢一個全球性嘅金融海嘯之後呢，佢就喺2009年呢就話呢，其實呢，我只係講佢係喺本會講嘅，嗰陣時已經做咗主席嘅，就喺2009年嘅4月22號呢。梁議員，我再提醒，請你唔好重複你已經講過嘅內容。唔係喎，呢個係證明佢智力低下嘅一個，即係你話人智力低下要舉例先得㗎嘛，唔係又話我賣馬去啦。嗱，佢講咗話未來數年會累積約1000億元的赤字之外呢，佢就講啦，佢未來數年外圍經濟仍充滿很多變數，對公共財政帶來壓力，所謂前居可鑑。在1998年至1999年度起至2003至2004年度這六年來，我們經歷了5年的赤字。 OK fine， 他看到以前的事，但以後的事為何會不同呢？因為以後的事是大陸是用40000億來救市嘛，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，大陆必须找到40000億来救市啊，我唔该去啦。所以我哋整个经济出现咗根本性嘅变化，就係咩呢，随着中资嘅活动嚟到香港，我大力抨击㗎呢样嘢，我唔係我赞成佢，但佢实际上变动咗。就係话我哋有三样嘢嘅收入呢係非常之厉害嘅。就係、是、印花税、投资收入、利得税嘅收入。是追過咗賣地嘅收入㗎喇，喺去年已經。即係呢一個做一身為一個財政司司長，仲話咩出去開呢個 WTO 嘅會議，你真係玩鞋都未有資格啦。咁當呢個大陸係用40000億嚟救市產生嘅乘數效應，再拎嚟香港投資嘅時候，自然係會令到曾俊華喺2009年10下10下以為會重蹈覆轍，從嘅嘢唔會存在㗎嘛。智力嚟㗎呢個係咪？人哋揾咗錢喺大有錢佬，佢仲喺度10下10下就，哎，我哋冇錢使呀。講乜嘢喺度？返屋企瞓覺啦佢。智力嚟㗎，係常識嚟㗎。係咪？咁而家果然就係、是、而家佢到今日都講唔出點解係咁㗎。講嘅完全冇實質意義，我而家講咗出嚟啦。就因為大陸嘅經濟喺嗰、那個2008年嘅金融海嘯之後，奧巴馬引40000億，大陸又引四萬億，咁咪夠啊嘛，咁我哋咪受惠囉。呢、這個當然係長遠嚟講，我哋即係等於飲沉止渴，我係知道嘅，但係唔會得然佢咁樣錯咗估計嘛，就係、是、由於咁嘅錯誤估計，所以佢有啲前言不對後語啦。我講就係話，由於佢智力低下呢，所以連佢嘅心都受到影響，就係、是、一時一樣嘅。佢喺呢一個2009年噏咗呢樣嘢之後，咁跟住隔幾日佢又冇事喎，佢又唔會檢討㗎喎。咁佢呢就喺2011年呢就有個派錢年啦，因為估錯咗嘛。係咪 ?2007 年派咗一次6000蚊，佢又派啦。曾俊華就咁，估錯咗就派。係咪嗱 ,2011 年當佢派錢嘅時候，咁當然啦，出現咗一個兵變，我唔再重複啦，係咪，即係人哋上去話喂，你再係咁我反對你㗎，咁佢就即係通派啦。嗱，佢講嘅係咩呢，就係佢話佢會，佢一個結尾啊，2011年4月13日嘅財政預算案嗰個辯論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結尾嗰度，你睇佢即係豪氣乾雲。我引述，預算案需要平衡長期和短期的公共資源分配，我們既要儲備充足的資源以配合長遠政策的承擔，同時也要迅速地回應社會即時的訴求。
今年預算案亦提出多項惠民紓困的措施，目的是增加不同階層市民的額外可支配資金及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。主席，梁議員，我再提醒你，因為你已經是第27次發言，所以請你呢不要重複，你應該是在幾年前的財政預算案的二讀辯論的時候發言的內容來的。那時候我都講過了，不過你錯了，你那時候已經講過了。是啦，幾年前喎。所以請你不要重複。幾年前喎，主席。嗱，咁你講得啱嘅。咁我廢即係因為有多人話我唔講你啊，不學無術啦，又冇睇書啊，又冇睇嘢就亂咁講啊，係咪好多記者喺出面講話阿毛你亂噏？我而家大段引述又俾記又俾主席話唔准引述。嗱，如果真係有根有據嘅喎。嗱，你諗下佢呢一個咁嘅哲學，點解兩年之後係唔係嘅呢？突然間又無啦啦山達啦。就整咗個叫未來基金嘅呢，嗱，主席，佢智力低下之後呢，就有個問題，佢係抄襲。佢抄邊啲嘢呢？佢真係抄襲之王嚟嘅，除咗自己抄自己，抄澳洲。澳洲喺2006年呢，又出現咗叫做未來基金，一模一樣嘅同佢。呢、這個澳洲嘅未來基金喺2006年呢，就當然啦，呢、這、一個。我而家要講咧，就係話佢個有關未來基金嘅辯論咧，你亦都會記得，亦都係喺二讀辯論嘅時候，已經你同埋其他唔少議員都發表過意見。唔係佢唔係嗰唔係我知道啊，但係我冇話佢抄襲啊嘛。而家佢抄襲要扣人工噶嘛。我嗰陣時就一般議論，因為都講到扣人工喎，哥，扣人工好大件事嘅喎，係咪？嗱，一個人智力低下，一個人心術不正。咁梗係出此下策，就係冇辦法抄囉，日日諗嘢害人，日日都諗唔明，咁就抄一個澳洲，就有一個名副其實叫做未來基金。未來基金將來係點我唔知啦。佢而家委任咗一個嗰個叫做嗰個經濟嘅發展嘅長遠發展嘅小組呢，佢自己委任嘅啫，係咪？我都唔知有冇喺澳洲做過未來基金啲基金經理啊，或者公司喺度啊。我希望佢哋申報啦，如果有就嗱，我點解今日喺度講咧？我扣佢人工，我要大事鞭撻，就係澳洲嘅未來基金而家搞到唔湯唔水。2006年到而家只係八年啫，八年有咩唔好呢？其實佢初頭規定咗咧，都同阿曾俊華嘅構思相似嘅，就係回報率要高啦。佢嗰個回報率咧係必須要高於通脹4.5厘，佢哋啊。但澳洲嘅基金從未做到，未做到。第二呢，就係佢一個主權基金嚟嘅，佢哋做咩？買翻國家嘅資產，即係撐自己國家的資產。嗱，曾俊華有可能係咁樣做，咁所以佢喺度咁抄嘅時候，搞到咧就係咩呢？就係而家俾未來基金買咗，你聽清楚，我係真係有的放矢嘅。因為你整咗嚿主權基金出嚟之後咧，你買咗嗰啲國有資產，就國有資產就俾咗未來基金噶啦嘛。即是話令到澳洲人日日要用嘅電力啊，嗰啲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話港鐵大曬，就係咁發生啦，喺澳洲發生啦。喂，你曾俊華都未講清楚成個概念，你就喺度哔哩吧啦，就話咧咁樣樣咧，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嗰、那個唔會被邊緣化先能夠增加競爭力。咁你，我而家問，我問啊曾俊華，你喺唔喺度啊？曾俊華，你雲頭幾時嚟過啊？我而家問你，曾俊華，你係咪抄襲澳洲未來基金啊？曾俊華，答下我啦！而家我公開話你抄襲啊！我公開問你嗰個你委任嗰個長遠經濟策略小組裏面有冇做過呢、這個？澳洲未來基金嘅有錢人或者經紀啊，唔好翻去練武啦，係咪啊？你答主席，你話係咪即係等於講嚟做咩？嚟講即刻，如果佢喺度即刻答㗎啦。喂，阿長毛話你黐線㗎，一個都冇啊！未來基金澳洲嗰個咧，嗰個主權基金咧，我哋係冇㗎嗰個小組嘅，又唔答。咁我喺度講，又話我污蔑佢，係咪嗱？其實
未来基金在澳洲，它是跟我们一样的，它是锁起14年用，期满就专门本要给长俸的，它就不是要来做大白象的，注入国家资产的钱一定要追求高回报，自由投资。嗱，呢五大原则，仲有委任经理人独立管理，全部都系喺个公帑嗰度攞咗一嚿嘢俾人发财，同强积金冇乜分别。主席，我哋喺度闹强积金，闹到牙齿烂埋，陈婉娴议员闹到真系牙血都出埋。你知唔知啊？各位无知嘅议员，当我哋做未来基金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做一嚿咁嘅嘢，又系。梁議員，我認為你講好多啦，對於呢一個議題。哦，咁得，咁我唔鬧未來基金啦，咁我鬧翻曾俊華啦。嗱，主席，曾俊華，我鬧埋一次咧，就暫時唔鬧住啊，因為咧，一隻死咗嘅豬咧，揾滾水落係冇意思嘅，係咪？嗱，曾俊華，我總結一句：智力低下，了解嘢有問題，心術不正，仲有一樣就係、是。裙带关系，呢、這个裙带关系就我第一次嗰阵时已经讲咗，我唔会再重复噶啦。主席，唔俾钱佢，我相信佢都要带钱嚟打工。一个咁蠢钝嘅人，我都冇乜办法。唔俾钱佢，就各位，你通过咗唔俾钱佢，可能我即系带钱嚟打工都得噶，系咪？嗱，所以其实今日我觉得一个咁蠢、咁心术不正嘅人咧，系不适宜用人嘅语言嚟讨论。是咪？嗱，我今日喺度同各位讲，佢话我喺度做戏，事实上真系。事实上系我唔用翻方方面面睇佢成个人嘅本质，系冇办法睇到一个咁嘅人可以做到我哋嘅司长。主席，我而家正式喺度希望呼吁所有系支持有呢一个全民退休保障、反对未来基金嘅同事。雖然間你好憎我長毛，我講嘢唔好聽，但係我可能係一嚿黑金子嚟嘅，係碳，係一嚿煤嚟嘅，燒得嘅，係咪？你燒我咪得咯，我唔怕變做灰燼啦。你咪講咯，喺我個問題上面鬧又好，讚又好，總唔知講完之後你就去。煮滾鍋水，令到老人家有粥食，抌啲米落去，係咪？我冇所謂。各位，我鬧曾俊華到呢度一個一段落，因為其實主席都啱嘅。鬧一個人何必鬧得太多啫？鬧得太多唔值錢。我就主席，我會宣布咧，而家我結束對呢個曾俊華嘅大批判。古語有云：七擒七縱。呢、這個諸葛亮七擒七縱對萬王，我今日都七次嘅鬧咗，喂，有冇反應？諸葛亮去鬧一個萬不毛啊，深入不毛嘅，喺呢一個 Burma 即係緬甸嗰個地區，有個族有個遊食人酋長叫做萬王，諸葛亮鬧佢一捉佢一次，放佢一次，捉佢一次，放佢一次，我今日都捉佢一次，放佢一次，七次啦。呢、這個萬鑊真係大鑊啊！雲頭都唔喺度，所以主席你講得啱，一言驚醒夢中人。對於呢啲咁嘅智力低下、心術不正、抄襲成風嘅人，實際上係唔似呢幾句説話。咩話？正話呢幾句説話你重複咗好多次啦。哦，唔係，有時好難講啊！我阿媽一嬲鬧我都係咁啊，死仔包死仔包就可以話阿媽鬧咗好多次啊，死仔包佢話不足以泄我之憤也嗱。我就唔會鬧死仔包。嗱，主席，我而家宣布，我唔再攻擊曾俊華，我而家邀請曾俊華一樣嘢，對談，揾你談，揾我談，揾陳婉嫻談，揾所有贊成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嘅人談，咁就解決到啦，就唔係呢匿埋一個。屋企裏面都用打字機鍵盤戰士嚟戰勝我嘅，係咪啊？鍵盤戰士係唔應該攞幾十萬嘅人工嘅。我宣布，曾俊華同志端正態度，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指鍋為母，你揾我傾，
係咪可能有得傾？你話490億做基金有得傾，你話2017年你哋智力低下做唔到，2018年做呢一個全民退休嘅傾，唔好再鬧我，唔好再侮辱老人家，唔好再侮辱自己嘅人格。主席，我正式宣布停止鬧佢，七擒七縱無所獲。我下次七步林鄭月娥歸案，同埋而家七步冇開會嘅議員歸案，請點人。